后里边也没有那种大种，没有没有，嗯，是吗？嗯嗯，要是用完了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那个中化肥美特后古城那，啊啊，我知道，啊那个陈老板那里再去买，知道知道，啊，嗯那个我们他那个车也跟着过来了，你要是要，我可以让他给卸下来一点。想包这些啥十了吧，十万哈，要十万他吧，哦，十万了以后那不贵的话就上那边去拿了，嗯，就是，嗯，反正是使着好使哈，啊，好使，嗯，一袋也不贵，啊，嗯，不贵。它用完这个肥料是不是它能加速它这个长啊，哦？嗯，然后叶子也能舒展开。嗯，我看咱这个叶子都挺绿哈。嗯，也然后也没有那种花黄。叶片儿，叶片儿是不是也厚实？对，也厚实。嗯。嗯，这黄瓜长得也挺，这个刺儿也非常好哈。嗯嗯。不过你早市里说，对，那根播下去能挺火。对对对，嗯，因为根好了，它才能叶子长得好，啊，瓜长得好。嗯，然后咱这个茎还挺粗哈，嗯，没有像他们那似的，挺好。行，那你们忙着。就你。